欢迎回来，我是赵婷。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哈，那个第一桶金听起来好像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就我所知，我周围的朋友，很多人就是大学毕业就负债。我看过一个网站当中有讲到嘛，就是有一个好像一个黑人的一个还蛮有名的一个。 一个在国外的一个蛮有名的一个有名望的一个企业家，他就去一个大学演讲，讲完以后就说：“好，今年呢，就是我给大家的礼物，就是你们大学的。” 那个学贷完全支付哇，顿时好多人都很感动，因为改变他们的一生。很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他可能还学贷就还到三十岁啊。那当然，除了学贷之外，其实你有没有所谓的扛债人生呢？有的是你自己欠的债，信用卡的债；有的是父母亲的债，或者是家族当中你也不知道，你可能没有抛弃继承等等哈、啊。那今天我们要介绍一本书，叫做《从扛债人生走向财务自由》，五年清掉五千万的债务。 呜、嗯，好厉害哈！我们邀请到王佩文，黑妈，黑妈你好，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哎、欸，为什么叫黑妈？呃，因为我大家都是第一个问题这个，对不对？对，嗯、因为我以前那个在学校自己打篮球赛很黑，然后就叫绰号叫小黑，可是现在有小孩年纪大了，出来外面不敢自己说是小黑，所以就叫黑妈。<laughs> 原来你打篮球啊，<對>怪不得这么高，也是因为打篮球有一个乐观的个性，是不是？ 哎，欸、你在学校是校队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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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打好玩的。哦，嗯、打篮球，所以你左右脑还蛮平均的、啊，因为你感觉你现在去做这个保险跟理财方面嘛，<laughs> 对不对？嗯、<哼>那打篮球是比较运动方面嘛？<對>嗯，对，应该吧，不知道怎么会走向这样的一个人生呢？就是你，嗯、你从小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你喜欢的兴趣，跟你现在工作是有结合吗？我觉得没有、欸，哎，嗯，是。 其实做业务是可能是因为环境所逼不得已、嗯對，对，环境 <laughs> 啊，不知道这种啊，不能唱。<laughs> <laughs> 哦，对，很多人就是白手起家的朋友都会去做业务，嗯、因为他业务是可以拼拼出来的，而且他其实是比较可以，不是固定的心血，<對 S 1> 只要你努力，然后尤其是保险业，对你可能累积，然后把组织做一做，可能十年十五年，你就可以。 交了一根烟哦，没有了 <laughs> <laughs> 就比较有成功的机会。<laughs> 喝了一杯红酒，在那边看一看，这样是这样吗？<laughs> 嗯、呃，是我还在努力 <laughs>。<laughs> 那你的兴趣是什么？我自己兴趣比较静态诶，其实、oh. 就是毕业以后没什么球可以打，就都是我都拼图啊、画画啊这一类的。对，<Wow. S 2> 就是嗯，我在三十五岁开始，我就积极有想要培养一些自己可以独处的时候做的兴趣。Mm. 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退休以后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什么。 我觉得还蛮恐怖的、哦，养只狗啊。 哦，真的好就够忙的了。像我家就两只狗啊，下去之后都觉得自己可以选离长。真的，我小时候我们家养很多狗，但是我后来就是发现狗离开对我来讲，哦，很难过。对我就不敢再放感情，对，不敢乱。好，我们来谈谈，就是黑妈哈，扛债人生。其实你的人生历练也是很波折，就很像连续剧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听说从小就是养尊处优的哈，对，就是走出来呢，从床下走出来就会有那个玫瑰花红地毯。 <laughs> 有有一点差不多是这样。<laughs> 我我小时候就是我们家做外销成衣，嗯、然后我妈妈就是因为她也有在炒作不动产，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蛮好的。嗯、这样，那我小时候我们家都是住别墅嘛，<哇>而且阳明山别墅，哎、欸，我们都住在淡水山脊那一带。哇，对，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的房间是圆形的。 因为就是那个像城堡那个有个圆的，然后尖的那个屋顶的那种。哦，所以你留的长发，<對>然后把头发放下去。我妈妈对是给我这样，但我那时候我不喜欢，所以我现在都短头发。哦，所以那条路也是你们家开的，<對>为了你们家。哎、欸，应该是没有那么夸张，但就是家里感觉该有的都有，嗯、就是游泳池、撞球间、篮球场，然后小时候就是家里都有佣人啊、嗯、阿姨啊这样子。对、嗯，嗯，那是从哪一什么时候开始突然就？ 突然就是发生一些变化，是我十七岁的时候，就是我妈妈她一九多少年哦，民国八十五年，一九八六年，诶、欸，对。 <laughs> 19, <年>嗯、那就是那个台湾经济正起飞，<對>股票上万点的时候、欸，哎，对，那时候房地产也很好，對,对，所以那个时间点就是应该就是家里真的有赚到钱的时候，就台湾前烟角木的那个时候嘛，对对对对对，嗯，对，那因为他就是忽然呃身体的关系忽然倒下，然后昏迷二十一天就离开了这样子，嗯嗯嗯、那因为他中风吗？不是，他是尿毒症。 哦、嗯，<腎臟 S 2> 就是肾脏不好，对。那因为他长期就是事业，因为事业做蛮大的嘛，所以他的工作压力也蛮大的，嗯、所以他就是心脏啊，然后肾脏，嗯、他就是身体有一些状况，他其实都是中西药乱吃，这样一直在撑这样子。对。嗯嗯嗯、那他他走的时候，因为家里财务状况就比较乱，你都不知道，因为你实知道。对啊，而且小时候根本不用烦恼钱呐，你、嗯、而且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也不会跟小孩谈论。妈妈也没有交代，对不对？没有哎、欸。 来不及交代，应该是这样讲，因为他就是忽然昏倒就昏迷了。哦、嗯，因为他那时候应该也蛮年轻的、嗯。呃，他走的那一年是四十九岁，那真的是很年轻。对啊，我觉得算、嗯、算年轻的。對像你看我爸妈，他之前他有病痛啊，像我自己以前，嗯、现在最近不会写，我都一年去更新一次遗嘱、欸。哎，哦，真的，但是真的很的但是我的遗嘱不是，我不是弄那个，我没有法律认证，嗯嗯就是写一张纸，如跟你说我的银行的那个账号在哪里，然后密码是什么，然后大概多少钱，哪一些钱是谁的，因为我我比较。 小时候哦，妈妈的可能有一些钱放我这，呃呃，妹妹的可能有一些要怎么处理，我都有写。对，真的，現<在>我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个。但你告诉你，<對>我告诉你，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嗯、一切就是混乱。嗯、<laughs> 每天早上最重要就是把他摇起来送到学校，我都觉得哇，好混乱。好，那十七岁的时候，就是突然他就就离开了。对，二十一天，那时候就已经是昏迷二十一天，昏迷就是对啊，就住进加护病房二十一天，就昏迷的状态。然后因为就。 就一样嘛，昏迷以后就开始黄疸啊，然后就是插管啊，嗯、器官衰竭，就是这些，就经历这些，嗯嗯、然后就就最后就就走了，放弃急救就走了，这样子。嗯，嗯对对。那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爸爸就比较消沉，嗯、然后就是因为资产蛮多的嘛，所以、嗯、很难处理是是，对，很难处理。然后可能你嗯跟别人周转的钱，别人会来要，嗯，但是你借出去的钱，你不见得知道要跟谁。 跟谁要？对，所以就是就是这样子的关系，就家里的财务开始出现状况，这样。嗯嗯，嗯其实说实在话，一九八六年那个时候，其实我我第一个啊，我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一个妈妈最好的朋友能够了解去帮你们处理，再加上爸爸那时候情绪呃心情的问题，嗯、否则就是说、嗯、有的时候这个一就像骨牌一样，你可能中间真的卡不到了，就就卡不到就整个就倒掉了。对对，對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一夕之间搬离了原形的房间。 就哎、欸、对，就是就开始发现说，哎、欸，好像自己因为爸爸比较消沉啊，就觉得说，嗯、好像自己至少要跟身边的同学一样打个工啊，嗯嗯、然后照顾好自己这样子嘛。嗯、然后就陆陆续续在成年之后，就发现他可能因为周转不过来的关系，嗯、他开始有跟地下钱庄借钱。爸爸是不是？对。然后有一些银行的票，就是我、嗯、我开始我成年以后，其实我就一直都用那个现金卡跟信用卡。j o j o Mary。对对对，没错，就是嗯，就是想办法。 办法帮家里周转，因为他可能就是随时电话来，就是今天要嘎三万五万这样子。但我那时候薪水一个月才刚出社会都，都两万三两万四这样而已。你做什么那时候？刚出社会就是跟一般女生一样、啊，就是做业务助理，助理对，哦、就是这样子的工作。然后我就想办法兼差打工赚生活费，嗯，然后就是靠靠这些卡，就是想办法嘎现金这样子。嗯，对。不过那时候好像也有谈恋爱嘛，是不是？那个时候哦、喔，嗯嗯，没有。嗯、后来也、欸、有啦。 <laughs> 后来，蛮蛮后来的，对，好，所以其实很多人碰到家里头的状况，或者说自己一个投资不顺，就是会这样子钱滚钱。那有些人说，啊、哎，因为你可能十几岁啊，你你呃，你没有一些想法，可是没有，只要你看新闻，你看有四十五十岁的，嗯、他没有办法跟银行去借贷，他一定会转到一些呃所谓的地下钱庄。哈、嗯、对,对好，那。 再加上，因为我们的台湾银行以前有规定，二十趴以下算是，他一定要在二十趴以下嘛。现在我不知道多少，以前是二十趴以下，二十趴以上就算高利嘛、嗯嗯嗯，对不对？对可是取得不是比较困难，只要我们常接的电话都说不好意思，请问你有小额的需求吗？对、啊。通常他俩打电话给我们，都是我们没有需要钱的。对你有条件可以借的，对，因为银行。 不会借就是没有动产不动产的人，对,对,对不对？<的>那三十万，我就会说，嗯、呃，三百可能比较需要。好 <laughs> 哦哦，欠大条的，欠小条、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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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其实有的时候整合也是可以变成一个大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可能有不动产，可是你有信贷，其实你应该把不动产贷出来，因为那个房贷的利率比较低，然后去还十几趴或者七八趴的，哈、哦。<对>我觉得这待会儿我们就会请黑妈跟我们来聊一聊，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欢迎回来，我是赵婷，欢迎加入黑妈的粉丝团，黑妈家庭经济研究所，然后也欢迎加入赵婷的粉丝团，好不好？拜托。 拜托拜托，你知道吗？因为很多人加入粉丝团都会有一些，比如比如说，有的是喜欢你，有的是需要，比如说他可能会看一些资讯。对，你的就应该很多人看，那我们的就是吃喝玩乐啊，晒一下狗啊，吃喝玩乐很令人羡慕，晒一下小孩就比较不按赞数就很少。所以呢，请加入黑妈的时候也要加入赵婷，好不好？好，刚好跟着一下，因为我跟黑妈说，你看起来很年轻哎，一九八六年台湾前烟角木的时候，为什么你十七岁？因为我依稀感觉上。 他年纪跟我差蛮多，他说哦没有，是频过八十几年，所以是一九九几年。对，不好意思，八十五年，因为我九九六了。<1996 S 1> 我我我个人经历过一九八几年郭婉荣财政部长的年代 <laughs>、哦的哦、那更前面，然后也经历过他女儿刘婉刘、嗯、婉什么刘婉如啊，反正好就是也是经济部长的年代。<laughs> 好，回来就说你已经十七岁时候就发现说哦那个周转不好，那爸爸也是也在负责周转，然后你三万五万，然后你。 可是你没有办法赚到那么多钱嘛？对。那后来是怎么样的整合了？后来怎么样就决定就说就放弃了？是因为爸爸身体的关系吗？呃，其实最后也也没有真的放弃，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爸爸也很负责任啊，就是他还是一直在想办法努力还，对。嗯、但是确实就是因为他可能他的他的年纪呀、啊，他是还那些朋友还是还银行？其实真的不知道。 哦，oh, oh, 对，其实真的没有那个，因为其实银行是可以协商，對,对不对？因为你看信用卡，有的人本来只欠二十万，對對對他到最后可能欠到八十，其实你就可以跟银行协商说，我是很想还，可是你二十到八十中间是利息，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其实很多人协商还的啦，就二十就变成你本金先还。不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我妈妈走的时候，她名下有十三间的不动产，嗯，其实后来就是因为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反正最后全部一间都没有剩，全部都法拍 Oh. 对，所以所以我觉得我爸爸就是确实也经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低潮这样子。那、嗯、那个时候的我就是其实也没有没有心思或是能力去过问什么，我就是觉得说我我能够做就尽量对，顾好自己就好。那你家有其他孩子吗？哎、欸，其实有哎、欸，就是我有个弟弟，但是后来就失联。嗯、那我我其实前面还有五个同父异母的姐姐。 对，就是其实其实很多，但是有时候就是可能亲情之间的缘分，反正总之就是最后其实是只有我在我爸爸身边呐。嗯，对，现在也都没联络到。 诶、欸，我爸爸办后事的时候，我把他们全部找回来。哇，你好棒、哦！办完这样子，嗯、对，嗯、但就是、嗯、所以，其实真正放弃，应该说真正把这些债务抛掉，其实就是我爸爸离开的时候，嗯，抛弃继承，<對>爸爸的债务抛弃继承，<對>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懂事了嘛。我二十五岁的时候他离开的，而且抛弃继承可以限定抛弃继承，对不对？对，可以限定继承，但我那时候一定是负债大于资产，所以我就直接全部抛弃、嗯。可以跟大家谈一下，你懂不懂限定的抛弃？限定继承简单来讲就是。 就是他就是就我现在所继承的资产来偿还负债，比方说我继承的资产是一百万，如果负债我是呃扛了两百万的负债，那其实我最多就是只要还一百万就好，另外一百万就不用管它。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嗯嗯、对，那抛弃继承的话，就是不管资产负债多少，我反正我都不要了。嗯，对。那因为就我当时就是已经嘎了这么多年，那个时间大概长达七年，所以我就是。 二话不说就直接抛弃继承，然后就把所有的现金卡跟信用卡都剪掉。嗯，然后我当 <好棒 S 2> 我带了一个信贷帮我爸办后事嘛。嗯，就这样，我就觉得说我哦，我可以重新开始了这样子。嗯、对，只是说后来就是，嗯，只是后来还是遇到了，就是哎、欸，过了五年又怎么又遇到天外又飞来一笔债务？对，为什么？对，那个那个其实是因为呃，我已经当时我已经结婚，然后生了老大、老二还在肚子里面。嗯。嗯 然后大概在两个月就出生了，这样。然后我也已经就是我们两夫妻已经都在保险业。然后爸爸也走离开，爸爸也走了，离开五年了。所以其实你那那几年是很稳定的生。那几年也也不算稳定，因为还是要还债嘛。而且因为其实我后来还有创业失败一次。哦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开店倒店这样。然后我们就是也还是在还贷款。我觉得跟一般的小家庭都一样，就是我们有我们的经济压力。但起码不是那种什么十几间房子，然后有一些对对对高利贷那种。对对对，不是，就是应该算是至少是健康的债务。 应该这样讲，然后，呃，当时就是直接在我爸爸过世五年之后，收到了银行的执行扣薪的通知，嗯，然后才发现说，诶，是一笔本金大概是三千七百多万的一个债务，那滚到我这边就是加利息什么，就已经破五千万。为什么银行要在那么久？ 那么久它才会出现呢？因为九十七年，我我不知道是而且银行坏了吗？因因为应该银行的这种债权可能是他不知道是,是每五年会追一次还是什么的，而且刚好九十七年是一个很敏感的时间，那个时候刚好在修背债儿条款。哦，对，那那我会有这个债务。二零零八年，对对对对对,對，我会有这个债务的原因是因为呃，债务人是爸爸，嗯，那我抛弃继承应该没有我的事嘛？对，但是保证人是我妈妈。 你没有去抛弃你妈妈的抛弃对，因为我妈妈过世的时候我十七岁，然后家里财务很混乱。那、嗯、因为正式法律上面的抛弃继承是三个月以内要办的，對,對,对，所以当时根本没有办，嗯、那我也不知道这个严重性。因为当时的继承就是处理的债务是你爸爸在处理的，對對對所以你也没有去抛弃你妈妈，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对，嗯、所以就反正就这样就被执行了。嗯、对，嗯，啊、嗯。<laughs> 听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很傻眼？但是没有关系，为什么？黑妈已经在我们的现场，她看起来开心的样子，就是精神也很好。然后你长得很像漫画的人呢、欸？真的吗？对，而且我觉得你长得好像一个港星还是什么？就是、啊、其实黑妈是一个很漂亮的那个，所以你不要叫黑妈了，不要、欸、叫黑妈了，哈，不要改名字。对对对对对对。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这个东西其实是不是可以跟银行谈？但是他的本金这么大，三千七百万，这要不要还呢？哦，我觉得那这个其实债务已经有银行了嘛，你已经不知道债权人是谁，就你欠的人也不知道是谁啦。 可就是银行，就对银行，<对>就最后就是欠银行。对，这可以协商吗？<对>而且妈妈已经走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了，超过十年了，对不对？对，爸爸也走了七年，五年啊、哦哦，五年。嗯、好，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聊聊，嗯、同时要告诉大家，怎么样从扛债人生走向财务自由？因为首先要清掉债务之后，事实上最重要就是清了债务之后，你要检视一下你自己的财务，然后你怎么样的慢慢的来学习投资。 让自己呢能够财富自由。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我是赵婷。今天邀请到王佩文，还是叫加佩文比较好，叫佩佩吗？从扛债人生走向财富自由、财务自由，方志所出版的。听到他前面讲到一个人生的遭遇，你会觉得他三十五岁之前哇，好多好多的事情哦、喔。但是其实后来那个还有还有其他的。 让你感上的事嘛，对不对？嗯，对，就是其实那个呃那个债务的问题，我就是后来反正通过法律的方式把它解决掉了。嗯，对，然後有还吗？呃，因为他会扣你三分之一薪水，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對,對,對但是因为就是我我觉得我有时候从这些这一些考验当中还是有找到幸运的部分啊。比方说那时候我被扣薪的时候，因为我在保险业，嗯、然后我们是夫妻档。 所以我就是开始被扣薪，我就把业绩都挂在我老公身上，然后就维持一个基本考核就好，就让他扣的最少这样。所以他是三千七百万，他会扣你薪水的三分之一是吗？还是他就是扣你对扣就是扣你收入三分之一啊？你收入多少就扣三分之一、啊。所以你看哦，像是香港不是有破产法嘛？中正他阿 B 不是破产，然后那五年就是不能够坐计程车啊，什么什么等等。他破产完，他那五年过完也就。 就过完嘞、欸。对对对，台湾其实现在也是等于是这样，也有这样吗？台湾现在就是，如果说我真的碰到了这种巨额的债务，嗯，呃，因为我自己的状况比较不一样，我那时候是因为继承的债务、嗯，对，所以我当时就是呃想办法，总之也是用法律的方式去打官司，未成年背债的这一个这一个方向，十七岁，对，去把他诉讼打赢了这样子。嗯嗯那以现在的债务清理的的法律来说，就是确实我的债务如果金额过于庞大。 我除了跟银行前置协商以外，我可能再更进一步，我可能就可以走到更深或清算。那现在更深是什么？ 更生跟清算就是，其实就等于是法律给你的一个保障。更生就是就有点类似刚刚讲的、哦、更生人那个更生就，就对对对,對、嗯、但他跟跟跟那个更生人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原则上也是对于你的工作啊或者什么可能会有一些限制，嗯、但是就是帮助你而且不能出国，对不对？对对,對，类似这样子的的一些限制。但是他会帮你把你的债务做一个整合，然后让你还是可以有一个生存的机会，嗯、然后并且就是呃，在你有意愿的情况下，然后。 跟这些债权人等于协调好，然后你就是固定去扣这个薪水，然后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嗯、就是鼓励有债务的人还是要出来面对的概念呢、啊。当然，<對>我觉得欠<對>欠欠债就是要就要还，要還就是嗯<的>、呃，有一些你看网络上或者说有些新闻，有些人被欠了好多钱哈，好几十亿哈，还是过得很好的生活，<laughs> 每天逛百货公司啊等等，就是那个就是观感不好，但他并没有违。 他没有违法，因为他身上他应该说他可能懂懂得这个，他走的怎么怎么的，<吧>因为他他并他身上并没有财产嘛，嗯、对不对哈？嗯、好，那嗯，就是已经诉讼结束之后，事实上你之前有开店，那些债务，然后其实你先生是很支持你的，对不对？对，我觉得我就是我应该<你>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贵人，可能就是他了，嗯、就是因为我在。嗯 就是呃，包含我之前呃必须要还债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结婚生了小孩，嗯，还有这么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其实他都一直很乐观，陪在我身边。对，不要哭哈 <laughs>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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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ghs> 所以就是其实就过了。对，那只是说就是我们我们其实呃结束这些考验之后，就是。 其实没有几年呐、啊，就是大概在四年前，嗯嗯他就是因为一次意外就身故了这样子。对，嗯、但我还是觉得我蛮幸运的，因为他他的身故其实就是因为他是跟朋友出海去钓鱼。嗯，对，那回来之前就是说他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不舒服，因为那天可能风浪比较大，他就说他回船舱休息这样子。那 进去休息，结果到岸的时候，我同事去叫他，嗯、他就直接没有呼吸、心跳，所以他有点像睡着一样这样走掉的。那、嗯、太累，或者是心脏心脏衰竭？嗯，对我、呃。后来有查明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有呕吐物梗住呼吸道。哦、对对对。哦嗯、但是当时在我们看来是就是很像睡着一样。对。嗯、那他本身本来就是一个很重睡眠的人。嗯。对。嗯、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还是一个蛮幸运的事情，因为。 讲、嗯、难听一点，他没有拖到我们。其实，当然四年已经释怀了。<對>可是，我想在你的人生当中，嗯、他是一个很很对你来讲那个年阶段陪伴是很重要的人，也<對>是孩子的爸爸，真的真的对不对？<錯>那你怎么样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心情？其实你，你你的表现跟你的父亲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因为你妈妈走了之后，嗯、你爸其实是沮丧的，但他还是有负责去还债。对，那你先生离开的时候，嗯。 呃，当然你在书上没有写太多啦，嗯嗯就是说，我想你那一段时间是很难熬的。呃，我觉得跟可能跟我的。 呃，除了跟过去我的生活经验有关系以外，我觉得有蛮大的关系是来自于我的工作。嗯嗯，嗯因为我的工作其实做保险老病死，真<的>嗯、我就是都在陪客户经过生老病死的的这些事情。那我很清楚，嗯、其实一般的家庭如果失去家庭支柱，通常都会有一段很大的低潮期。那我看过非常多的案例，都是、嗯、都是因为就是另外一半没有好好把生活。 按照原本的生活形态过好，嗯、结果就是可能隔个两三年以后，就是状况就非常差这样子。嗯、那因为我已经有两个小孩，嗯嗯，所以我觉得我要为他们负责任嘛。嗯、所以当时其实，呃，发生事情的当天我，我我因为他是晚上十一点多，我接到电话的。好、嗯，那隔天反正我就已经把所有的事情该处理都安顿好，就是告别是要办在哪一天，灵堂是要设在哪里，好，然后骨灰坛啊，然后。 那个塔位要放哪里，我全部都安顿好，然后我就是直接公告说，就是呃，大家要来上香的话，嗯，要六点以前，六点以后我要保留我跟我小孩相处的时间，对，那我就是我的，其实当时就是你签一些东西，你手还是會很抖啦，然后你还是会觉得说哦，很像假的，但是。 呃，我觉得有一个蛮强的信念支持我，就是我要让一切都像正常生活一样。是，<對>其实忙碌的确可以让你就是忘掉很多的一些呃悲伤，<錯>但是有时候悲伤，呃，我觉得五年、十年，可能在某个地方他会突然跑起来，<對>他也许是在心里头。嗯、<哼>那不过真的很祝福你啊、喔，那就是也，<對>我觉得大家要支持黑妈，除了买书之外，去找他买保险，好不好？<laughs> 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聊，<laughs> 马上回来。 I like, I like radio 欢迎回来，我是赵婷。从扛债人生走向财务自由啊！现场呢是王佩文黑妈方志出版社所出版的。刚才跟大家谈到了这个呃黑妈从十七岁开始呢，因为妈妈的奏事，所以呢她后来扛债扛了三千七百万，累积利息变五千万。那她怎么样的去做一个调整？同时在她人生的一个。 看起来很顺遂的同的同时，在四年四年前，年前嗯、先生突然离开了，但是他很冷静的去处理了。那当然，我觉得刚刚有讲到，你先跟你一起去做保险嘛？对、嗯。那他在他最喜欢的一个运动，就跟人家海钓。哎、欸，其实没有喜欢，他本身是喜欢打篮球，他,籃球他去海钓才去钓第二次。嗯，所以他其实是不舒服<對>才躺到床上。 船船舱的，对不对？對这有点像那个柯受良小黑一样，<對>就是好像他们说是呕吐物嘛，哈。<吼>嗯、那没有关，就像你刚刚讲到一样，他起码是很平静的平静，然后没有拖累。嗯哦、对啊，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就是说你在你看了生死这么多的一个状况之下，他其实对你来讲，他。 他到最后还是很对啊，很体贴，很体贴你。对，真的真的，我也是这样觉得。而且这种事情就很悬，你会觉得说，哦，好像好像很多事情好像是安排好的。对，像他以前，因为我们做业务嘛，他上班都会做衬衫。以前都是一次最多做两件，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在然后绣那个名字在旁边。对对，类似这样的的那种定制衬衫，他就刚好在他发生意外的前一个礼拜去做衬衫，然后因为他他人走了嘛，刚好是不是？ 就是都要有衣服啊，对，我去领的时候才发现他那一次做了四件，就是跟他平常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生活当中，而且有一件我觉得更，就是也是，呃，引导我现在在帮人家做一些财务咨询的一个方向，就是其实我们结婚，然后包含我后来呃抛开了那个继承债务之后的几年，其实钱一直都是他在管的，嗯，对，因为我就是。 觉得钱对我来讲是很麻烦，这有没有一点像你妈妈？就是钱都是她一直在管，对，有点类似这样的。因为可是因为我已经被那个债务纠缠好多年，我根本就不想要管钱。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小家庭，很单纯，然后他管就好了。对，我觉得他管就好。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说我减掉所有的信用卡、现金卡之后，我身上什么卡都没有，就我们的薪水的账户什么全部都在他身上。那你家用也是他跟他拿，他跟他领，因为我们都一起上下班啊。然后我要出去跟朋友干嘛，我就跟他领零用钱这样子。对，然后。 就刚好在他要走的前，就是呃，他走的时候是九月份，嗯，我在当年度的一月份，我跟他提出一个要求，因为我觉得说，哎、嗯欸，就是我们这样子工作几年，然后小孩都上小学了，嗯，然后我们在保险业就是已经开始比较稳定，嗯、我觉得说怎么会就都没存到钱，嗯，对，你问他怎么，我问他，其实他应该有存到钱，他。 他因为我其实都没有管，我就不知道。嗯嗯、我只是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就是感觉没什么进展。嗯、我就觉得我就跟他提议说，哎、欸，那不然换人管管看。嗯，<laughs> 就是对，所以就我就开始在那一年的一月开始了解一些家庭的收支，搞清楚一些就是财务的状况这样。嗯嗯、那时候你们有房子吗？没有，我们就是住，其实就住家里，但是因为家里刚好那个时候在谈都跟，然后我们就是在外面租房子这样子。嗯、对，然后。 当时就是我也是那个时候才开始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提款卡密码是多少。嗯，对。然后就是历经九个月的这个练习，就是开始记录家庭生活支出什么的。嗯、他在在他走的时候，我才没有那么慌张。嗯，不然的话其实蛮恐怖的，因为也是全部都在他身上。嗯、所以也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是夫妻的话，其实呃，可能某一个人很会理财，但你还是要参与，你不能什么都丢给他，真的，对不对？对，就像我老公什么都丢给我。<laughs> 这样是信任你啊、哦？没有，他信用卡的那个账单都丢给我，我说自己去交。哦、<laughs> <laughs> 好，所以，嗯、呃，孩子那时候念小学，对，呃，他离开的时候他们是小二跟小四。嗯、好，那你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你他离开之后，他也有保险吗？对。 你拿了他的保险金，就很快速的去买了房子，因为你以前就是因为被那个房子拖累，對你对不动产其实是没有信任感的。<對>事实上，其实很多人是从不动产赚了很多钱，没错<錯>。但也有人从不动产亏了很多，比如说<對>这个就跟跟股票融资一样，比如说你这个房子你觉得好棒，你买了两千万，你自备款三乘六百万，可这房子跌到了一千二，你就。 没嘞、欸，你卖了以后，你的本金就没了，你还负债，嗯哼嗯、哼所以你不想要把钱放在房地产。对，因为对我来讲是蛮恐怖的经验啊，就是家里原本那么多房子，后来全部都不见了。嗯嗯嗯对，那可是当时因为也也刚好很巧啊，他他离开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外面的租房子的租约大概剩一个多月就到期。 好奇怪、哦，就是我刚好很忙，嗯、对，就是就是，我觉得我在办后事，然后就租约快到期、嗯，然后然后,然後呃，婆家那边是不是先生那边是改建，是不是都跟呃，对他们都跟，然后我小姑小叔他们就是自己住在一起，这样，然后我们自己小家庭自己在外面住。嗯、那因为当时其实是因为有一段，就是我办后事的过程当中，有一天，因为我我的工作的关系，其实我都是每天四点准时接小孩的，嗯嗯，嗯嗯我当初做这个工作就是为了照顾我的家庭这样。嗯、那呃，就是有一天我稍微晚了几个红绿灯。 嗯，然后就是到学校接小孩，结果我发现小孩就是，就是情绪很低落，嗯，然后都是哭着的，嗯、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很害怕妈妈跟爸爸一样，对，就没有回来，哦、对。那当下就是给我一个很很直觉的的。 决定就是，我就觉得说，其实我需要呃，有人帮我照应我的小孩。那其实我我当然婆家那边也是有人可以啦，但是因为我婆婆毕竟年纪比较大嘛，然后再是我觉得就是。 一方面保险金没有把它做规划，很快就不见了嗯。嗯嗯嗯，对，然后再来，嗯、<哼>对，再来是我泸州这边有一些姐妹，嗯、<哼>对，然后他们年呃小孩的年纪跟我的小孩差不多，哦，这是很重要。那你当妈妈都知道有个群组，對,<好>对，没错。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的聊。同时我们等一下简单的一定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有债，我们怎么样先理债？那没有债之后怎么样慢慢的投资？马上回来。I like 回来，我是赵婷。你知道妈妈跟妈妈聊天，就真的是聊很聊得很开哈。从扛在人生走向财务自由，呃，王佩文黑妈方志所出版的。要支持黑妈呢，就请你买她的书，或者是说直接直接怎么找你？上网在 Facebook <laughs> 对,对,对，在 FB 就可以找到我对对。然后就黑妈，黑妈会帮你这个财务，帮你做一个整理。 好、哦，就很重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保险也要整理呀、啊。像每次我去保一个新的险，我们的保险业务员都会帮我整理一下，我就说：“嗯、哦，对，对那一家公司已经倒了，被哪一家并了。” <laughs> 然后我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塞，我那时候为什么要退某一个？”你知道有有一有一阵子的保险，十几年前的，就是每三年领多少，每五年领多少的。嗯嗯我一个朋友就是他是一个造型师，他很厉害，就是、跟很多的歌手就到全世界各地去。他就跟我说：“哎、欸。” 你知道我每个月可以领五万吗？我说五万，怎么那么多？好啊、喔！他说保险公问还问他说：“你可,不可以要不要一次把它领完？”嗯，我说当然不要了，要 <laughs> 真的。欸、我保险生有问他、欸，嗯，我就问他说：“那你到底是当时怎么缴的？”他那时候好像是年缴六十还八十万，反正就蛮多的啦。他就一直撑，一直撑，一直撑，缴了十年。你看他现在多好，真的。他那阵子好好辛苦，然后现在小孩已经念高中了。 感觉上小孩已经大了，然后他的工作当然也还好。那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可是也没关系啊，反正就是每个月就有人有钱给你。嗯、对，嗯，可是这种类似投资型跑单嘛，对不对？哎、欸，我不知道他买到什么，但是就是其实我觉得。 保险就是这样啦，保险很多人会觉得嫌利率太低啊什么的，嗯嗯但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存你未来的钱。对，因为有的观念，<對>像有时候会有一些专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说：“哎、嗯欸，你不要买保险，你只要买医疗就好。哦”嗯、但是我觉得那是跟个性有关。对，怎么说呢？如果你自己没办法存到钱，其实保险需要你强迫存款。对，也就是说你每个月就存个三千五千，默默的存，默默的存。 嗯，但是你不要存个三万五万，就是一般是消费，<對>就是三五千，默默的存，對對對存了十年之后，你会发现说，哎、欸，它其实就是多一笔钱。真的啊，不然你三千五千唱个卡拉 OK，对，这个口袋最危险，一下就不见了，就没了，对不對,对？<laughs> 對那黑妈刚才有谈到，就是说她的人生经历，可是就是说她后来就是决定啊，先生走了之后就买房子。<對>那买房子她也找到一些姐妹淘可以互相照应的，就也就是说，当她很忙在工作的时候，因为。 哦，先生不在，他可能不可能每天四点下班。那起码他的姐妹或姐妹的孩子是差不多大的，可以玩在一起，让小孩子在心灵上不会觉得说，好像爸爸不在，妈妈怎么突然也不见了。真的，真的嗯，所以你做了这个决定，嗯、很快速的就买了房子。对,對我大概三个多礼拜看了非常多房子，就只找那个学区旁边的这样子。你就是这样，对，就赶就拿了先生的那个。 对，就是拿他的保险金当头款。那,那,那当然，后面因为我也已经了解自己的薪收支的状况嘛，嗯、我觉得我衡量下去，我我应该扛得起，嗯<哼>，所以就勇敢买下去。对，嗯，好棒哦！但是我们接下就要来讲讲了哈，就是收支的状况。嗯、很多人是上班族，现在是所谓的斜杠，那甚至很多人失业。 对，所以他可能不太知道他每个月收入多少钱。像我，基本上我也不知道我每个月收入多少，但我大概可以抓得出来每年是多少钱。嗯，如果专门是这样子的朋友，嗯嗯、他要怎么样的去整合他的财务的状况、嗯、债务，然后他怎么样去把自己理清楚呢？嗯。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呃，对收支都是没有感觉的，嗯，因为一有一些人是因为钱很多，所以他不用管；，有些人是因为钱太少，不敢管，不敢看。对，我应该是，我希望我是前者啊，钱很多，对我也很喜欢。男得管，对对对。哎，其实钱很多也要管呢，对，可是对，就是对，那因为大家的大家的状况不一样嘛，哈。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大部分的上班族应该都是走钢索的状态啊，就是说，如果说家里只有。 一份薪水，然后老婆可能在家带小孩，嗯、那你可能你的薪水光只缴房贷车贷，可能就差不多了。你底下点播吗？李泉的走钢索的人，<laughs> <laughs> 走钢索的人，对，對哦、所以所以我觉得至少要搞清楚自己的收支是很重要。因为你看，像我们在买股票，我们把人家公司研究的超透彻、嗯、没有诶、欸、没有吗？<laughs> 有啦，有啦，有啦。台积电台积电，对，大部分你会花时间去研究人家的财务报表。我其实不仅研，呃，我买股票不仅研。 呃，研究财务报表，我还研究这个 CEO 的个性。真的哇，是去买古董的啊，喜欢买古董的啦，还是喜欢那个下围棋、打桥牌的不一样哦。好，对，所以就是因为你看，投资也是要做功课的嘛。那我觉得你自己的财务更是啊，嗯，就是你也应该要对你的财务做一点功课，你不要避开。好，那我呃，我想请教你，就是很多的呃朋友，他可能是三十岁，他现在手上有一些嗯学贷。 哦，学贷，嗯，但学贷利率不高嘛，对不高，對,不对。朱<對>学恒不是说他之前也是朱学恒嘛？他好像还在、嗯、之前好像说什么也有学贷嘛？等等，嗯、<哼>就是说因为他那个利率本来就蛮低的。对，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多少趴以下的，我们可以就是慢慢的还，还是说你、嗯、你就希望大家就一次把它还完？嗯，我呃。 我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些债务的整理的原则，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大家大部分在还债的时候都只跟着银行的脚步跟规则啦，嗯，就是其实你有几个原则，就比方说你要把高利率赶快。 转到低利率的，嗯，哈、哦，刚刚节目一开始有讲，嗯、那再就是你要把很多笔的话，你要尽量把它整合成比较少一点，嗯、不要让自己每个月感觉每个礼拜都在嘎那个要缴缴、嗯嗯、钱的账单，哈、哦，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尽量把一些比较零散看起来金额小的债务先还掉，嗯、因为通常那些利率都比较高，对、嗯、对。對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以前有一个同事他就是这样，就是把一些小的放在一个一个大的。 但你知道他小的，他可能已经还了一阵子，他把它整合起来换那个大的，<对>那大的感觉上利率不是很高，但一开始有一个。 经办手续费对，没错。你那个经办手续费其实是要把它放进去利率的、欸對，对。一个是经办手续费八千块，然后你你你这样子感觉上利率七趴多，其实它不是7、欸、都是七趴多，真的真的，它也是十几趴、欸、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除了要考量这个成本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成本，是时间的成本。嗯，很多人为了现在压力太大，想说降低月付金。 可是你都忘记说，你降低了这个空间，你应该这笔钱要拿来做运用，嗯、而且因为你每次一重签，就是影响你五年七年，嗯,嗯，就是这个时间成本都没有算进去。所以,所以你买房子的时候是先付，嗯、你好像是只付利息吗？我没有，我一开始就本息摊，本息摊，但是,你是我一个月要摊三万五。但你是理财型房贷？呃，理财型房贷是我满三年以后，我在做转贷的。 对，哦、oh, <對>，所以你一个月要三万五？现在没有那么高，现在因为因为刚好今年又都降息啊，然后对，现在大概两万八左右而已吧。哦，oh, 那你你大概<對>那大概你是借六七百万？哦，我没有，我我借更多，那时候我是用三十年期贷。哦，oh, 怪不得，因为你二十年期大概两万多三万我，我那时候是借了九，我刚开始买的时候我是借了九百四十五万。 然后摊三十年，但是我一开始就本息，因为我我也是身边很多的人，嗯、可能一开始为了轻松都只缴利息，但后来要本息的时候就非常的痛苦。但是你知道本息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嗯,嗯，前面都是利息，嗯、就是本金还的少。嗯、对对对，你可能到第，比如说五二十年的房贷，你可能到第十三年你本金才会扣得多。对。 那也有人说，那我我不要，我只付利息啊，我每三年再去换一个银行啊，对对对对对，也是可以、啊也。也有人这样子，对对。但是因为对我来讲，说实在的，我数字概念没有很好，哦、就是我我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乖乖还，然后我知道还进去就是代表我没有把这个钱花掉，嗯，对。然后我三年以后转贷，我就是换一个方法，用理财型放贷，嗯、把还进去的钱未来要动用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用。 就是用这样的，那但需要告诉大家，不不一定要轻易用理财型房贷，對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投资的这个基础啊。比如说，<對>我说哎、欸，我用理财型房贷啊，现在这个股市一万四千点左右，我就来买。哦，没有,沒有,沒有，这地方其实也不太是进场的一个好时机了，哈。 但也不是，有的人进场也是会赚的。我只是告诉大家说，以一般规则来讲，从这三十年当中，它本来就是已经创新高了哈。<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兒来谈谈。就是说，其实你要讲到现金流也很重要，尤其很重要的是说，你说哈那个，呃、欸，血路不通人会中风，长期收支不平衡也会造成财务中风哈。<laughs> 呃、你不要觉得说你投资六趴，然后你十年，跟你负债六趴的十年，它其实中间会差别很大哈、哦。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蛮恐怖的。马上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欢迎回来，我是赵婷。从扛债人生走向财务自由，今天呃黑妈到我们的现场。其他的书上有好多的案例，有告诉大家说，你若是上班族啊，你的收支是要怎么平衡？其实我看到你那些图表，我觉得哇，有些人就是哦、呃，比如说赚三万五或五万，可是他支出是六万多，就是完全就是每个月都负债，每个月都负债其实很多人这样哎、欸，只是我们没有认真算都没发现。那负债到底那个钱哪里来的呢？ 付在哪里前钱钱来呃，其实,其實他赚五万，但他花六万。其实有的人就是吃老本，他没有发现哦。Oh. 对，那有的人就是因为像现在电子支付太方便了，因为信用卡其实都预支未来的钱嘛，嗯、就是下个月再还，就一直这样子无限的的递延。那我觉得债务的产生其实有两种，一种是。 你自己花的嘛，嗯，另外一种是不得已的，嗯，对，那我觉得我们只能控制我们能控制的事情，嗯，所以至少把自己的收支控管好，我觉得是必要的。就是你检查一下你财务到底有没有中风，就是你一一天喝一百多块的咖啡，你可以就算我没有不让你喝咖啡，但你就可以喝个四十块的咖啡，对，或者你改成两天一杯之类的，对，就是这样，对、嗯，或者是说你喜欢买一些名牌，你就改变一下。 对，嗯，对，嗯、就是其实有一些，就是人都是惯性的啦。那你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嗯、其实你就是照你原本的习惯一直下去。哎，欸、你知道，就是以前不是有人说一九九九年是世界末日嘛？那後,后来又说两千不知道什么年多少，就不是有一些人就卖了房子，然后到某个山上去，结果没有世界末日，然后就就没有，你知道吗？<laughs> 因为可是，一九九九年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一直在考虑说，我要把我要不要把我的钱全部花光。 真的哈、哦，真的。如果能够刚好在世界末日的时候钱花光，那真是太完美。人生哪有这么完美的事情？<laughs> 然后呢，前一阵我先生又发疯了。三十五年前我有跟听众朋友讲过，他说：“你知道吗？地球在转换，以后这种钱哈，不是就是没有钱了，就是用意识。嗯，然后以后呢，可能就是类似灵魂，但是什么东西会留下呢？金属的东西。” 他的意思是说，金属的东西还是会跟未来那种，就是我们有连接之类的。对，然后就说以后的猫跟狗啊，他们也不用吃东西，他们还是会存在在我们的。就他讲的很玄，就对了。他就说，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我们的那个黄金存折换成实体黄金。嗯哼，你看啊，我虽然知道他是一个那个乱那个乱跳动的人，然后我还是被他这样就去换了实体黄金回来。没关系啊，拿在手上比较有扎实的感觉。 <laughs> 但是呢，我放的酒，因为拿回来之后黄金又跌嘛。嗯。嗯但是也因为实体黄金的关系，而且你你从那个黄金存换实体黄金，你还要给他钱。呢。会有会有个。也可也是谢谢那个是我放的酒的关系，因为就放的酒就懒得再把它换回去。实这个黄金不是飙涨吗？又赚到，嗯、又赚到。对，真的。所以你刚刚讲到，就是有时候债务跟投资是要时间拉长来看。 对，真的，其实很多投资的的胜率都是来自于时间的累积，可是大家都只看到那個胜率，嗯、然后通短期就进去玩，嗯、是很危险。所以像你看这三年出的书啊，每个人就说我年收。 二十两百万股息，然后大家都说，你看最近都这些出书，可你有没有想到他年收两百万，或者什么咖啡树什么理论等等哈，累积超久，或一根线就可以赚什么什么的。今年是二零二零年，對他可能从两千年十年前他就开始慢慢在做，<對>然后呢，他就是很规则规律的股票跌他也买，他也买，对，股票涨他也买，真的。然后经过配股配息，配股配息到十年后。 它才有这样子翻倍了。对、啊，你跟大家讲一下复利的状况，所谓的七二法则。嗯，有资产跟负债是怎么样的区分？嗯嗯。呃，我书里面的的范例是因为七二法则通常大家都拿来讲投资理财方面的东西，嗯、就比方说，呃，我我有一个六趴的报酬率，嗯、大概就是用七十二去除以六、嗯，我就是等于只要十二年，我的资产就可以翻倍。嗯、但是我在书里面的举例是把它幻想成负债，负债利率如果说假设我是十二趴的利率，嗯，其实。 一百万借了一百万，十二趴六年以后，它也翻倍嗯，对，十二趴六趴，嗯，对，六年，对，就是我如果我的信贷利率是十二趴的话，六<以>年原则上这就翻倍。当然我中间会还嘛，哈，这只是一个概算。但你七二法则的话，你可能一百万，你到了第七年，跟七十二除以十二，所以是六年，六年就翻，<對>嗯，翻倍嘛對。对，所以因为因为现在呃，就是一百八就会变成两百万嘛。 对，如果是六趴的六趴的投的的负债的投报率的投报率的话，等于你是十二年你的钱才会翻倍哦。但是负债利率。 可能不止六趴，假设有的人他的信用条件是用十二趴的话，嗯、他可能就六年他就翻倍。嗯、那这个就是两个人的人生就会，原本是相差只有一百万，嗯嗯嗯、他后来就是等于往两个方向去发展。其实可以证明一个事情，<對>就是说，当然现在房地产涨了很多。那我有个朋友，嗯，在。 十年前，他那时候在想说，他要买房子还是要买车子？Oh, 我非常的积极的鼓励他说：“要買房你要买房子，<的>因为房子是不动产，车子是动产。对，房子的利率呢，可能只有那个时候大概三四趴，嗯、<哼>但是呢，车子的利率车贷是七趴到十几趴。嗯、<哼>然后他选择了买房子。嗯、其实转眼之间，他房贷也只剩下真的八九年嘞。” 因为你就有强迫把钱都存下来，对对，真的，嗯，对，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嗯，这个就是大家在理财的时候，就是不要忘记理财跟理财都一样啦，嗯、真的不要忘记时间这一个这一个东西。好，那你我们来谈谈，就是说你资产负债表很重要，你要怎么样算自己的身价有多少？这怎么算呢？嗯、呃，黑妈身价有多少？算一下，我现在、啊、我现在就是负债跟那个差不多啊，有啦，有多一点点现金、啊 <laughs> 就是，就是对，其实我觉得。 呃，大部分的人都会一直放大自己负债的部分，比方说，我如果身上扛了一个一千万的房贷，好了，嗯、我都会只记得说我一千万的房贷，都忘记说其实我还有这个一千万的房子。嗯，对，就是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或是他可能，比方说他做了一些比较分散的投资，他会忘记自己在某一个地方其实多年前有投资一笔钱在那里。对，嗯嗯、那资产负债表我觉得是一个身价的检视，嗯、就是你把你的资产负债都全部整理出来之后，你会有一个。 可以明确往前的目标，不然很奇怪。现在台湾的社会，从刚出社会的毕业生到五六十岁的人，大家的一桶金都统一是一百万。嗯，<laughs> 对。可是事实上不应该是一样的。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就是，哎、欸，百万富翁不得了。<的>现在千万富翁就觉得，嗯，还好，对不对？對,对。可是就是大家讲到一桶金，感觉好像都是一百万。可是事实上应该是每个人状况不一样的。那我觉得资产负债表就是一个。 给你一个目标性的一个数字，你你现在算出来你的你的资产，如果三个月以后有长大，嗯，好，你的跟你的收支比起来，你明确知道你每个月应该剩多少钱，你都可以估算的出来，你三个月以后应该要成长多少。如果它没有成长，是不是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对，可能你家里重新装潢啊，你你又多买了手机啊、电脑啊，例如这样，你就可以去慢慢的去修正你一些在财务上面的消费的习惯，然后慢慢把钱多拨一点到未来，去给以后的自己。 嗯，我觉得很重,、嗯、很重要。那你书上有写到所谓的建构财务安全网，对，这个怎么建构呢？呃，这个部分各个年龄不同哦。嗯，对，这个部分其实我主要就是谈我的本业的专业，就是谈保险呐、啊。嗯、那因为我自己觉得，嗯、呃，因为自己的家庭的经验，我觉得保险真的很重要。但你知道，很多人也想要去建构，当他去找业务员去建构的时候，嗯、发现他付不起，<laughs> 你知道吗？我知道。 对，所以当然是看能力，然后看你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嗯，但是我我觉得就是至少你要知道有什么东西是你害怕的。嗯、比方说像我觉得我我妈妈那时候投资房地产就非常可惜，她如果有做好保险的规划，嗯，至少可能遗产是我们付得出来，应该至少也可以保留下几间房子吧。 嗯，对，没道理十三间全部一间都没有，嗯、就是因为你没有及时的现金，所以我觉得保险它除了你比利率或是比那个每一家保险公司不同的商品的功能以外，嗯、<哼>其实我觉得重点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对>嗯，好，这个是很重要啊。嗯、所以在这本书当中谈到了很多。那前面呢，就是跟大家讲他怎么样的慢慢从扛在人生回到了自己的一个人生。当然，从自己人生之后就来做一个规划了。所以很多人也都说，要理财要先理债。好，嗯、那当然什么叫做债？ 不动产的房贷算债吗？车贷算债吗？其实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哦、喔。嗯、信用信用卡的是不是债？那当然是债了哈。<對>那如果说你的房贷不太多，然后利率现在也很低，一点多趴，其实也不见得要马上还。没错<錯>，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投资。<laughs> <對>如果说有超过六趴或者六趴的投资，其实是可以呃中间会有一些获利的。嗯、甚至以前很多人会用外汇的方式，国外的。 可能美金定存比较高，对，或者是澳币啊、哦，但我没有叫大家投资，嗯、因为它的利率，對對對它利率高，但它的汇率会有波动，对，對这都是可以去了解的。其实理财就是这一辈子的学习，对、嗯。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讯息，<對>买书，同时加入黑妈的粉丝团，好不好？好，谢谢黑妈，谢谢，拜<謝>。